你还要吃苹果吗？什么意思？你刚刚不是吃了一碗饭了吗？你不是吃了排骨燕麦饭吗？你要干嘛？你要吃苹果是不是？要吃苹果就嗷！小西好聪明啊！啊？那给你。还要吗？再一个吧。还要吗？坐好，坐好，再给你苹果，快点坐好。你听不懂哦，坐下。还要吗？还要再叫一下，呜一声，要不要？哼。